老师好。亲嘴儿小天后。亲嘴小天后，那可不止一个人。那是我们愿意的吗？那不是你们愿意的。那没有什么办法。你拒绝呀。粉丝情况，我直播呢，老师。啊，你直播呢。对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今天早上醒来就收到消息，这个老叶在我们群里发了那个，然后他发了那个就是什么新闻，咱也不知道，说认领一下都是谁在这个湖南亲嘴了的，我们一个人都没有人理他，我们难道容易吗？他以为我们容易吗？而且我们也没有亲呢，那不就是玩 Poki 吗？都没直播为什么扣钱？不知道，可能因为别人放了图片或者什么之类的吧。就算不直播，但是现场有你们在拍反图，哎，这样算起来还不是怪你们。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这可不能怪我，因为我当时一动都没动，你们记得吗？我为了避免这个情况发生，可是做出了非常多努力呢，记不记得？我是一个被害者，我是一个受害人，那怪谁？我不知道，这个老天自有公道，全中眼睛是雪亮的。我扒嘴还不是为了不能让大家就是说看到那种画面，就是这小朋友不能看到的画面。不想知道。不用知道，以后你就算话或者等会儿下不下来怎么样，来算一算吧。还有十分钟，算他迟到多长时间是吧？是。行。第58卦，终极卦。这卦象真有趣，觉着做事不费力，休要错过这机会，事事就觉碎心意。终极，那不是不迟到的意思吗？那就是要迟不迟的，全在他一念之间。这意思是，就是休要错过这机会，他是有可能不迟的，就是偏不迟的多一些。还有十分钟哈，看看能不能坐上头。嗯，我接波波。你的行李箱呢？谢谢世界旅馆饭店。我的行李箱，你是说那个黑色的？灰色的。灰色的。灰色的。在那个哪儿地上？昨天推到，看城南那儿有没有城南那条道？找到了吗？啊，21吧，好像是。嗯，然后他说啥？你让他张嘴看着我说了一句什么吗？嗯，亲嘴小天后。啊，他这么叫你的？对。什么东西啊？他们是不是发到他们自己的那种群里了？我不知道，肯定他们在私下指指点点。他们羡慕的很吧？吓死我了！没有开玩笑的。今天叶总问什么什么的，我没人说话，不知道会不会扣钱，谁知道呢？昏倒了。你的温柔那么缓慢，像轻易一醉若有。谢谢燕总。哦，你会唱这首歌吗？那你唱前面。因为太珍惜，所以才犹豫，忘了先把彼此抱紧。我不是流言，不能猜测你。疯狂的游戏需要谁准许？别人怎么说我都不介意，我爱不爱你仍旧见人心。总一寸光阴换一个世纪，摘一片苦心酿一滴蜂蜜，用尽了全力只为在意。我爱不爱你，爱就见人心。充电宝在袋子。嗯嗯，在。
还是这个？哎，不是不是，啊，那里，一个绿色，里面。